华人生活馆返校季特惠来了，给大家介绍一些便利小家电，让你快速恢复满满元气，迅速回到工作学习状态。第一个，迷你破壁料理机，跟 iPad 差不多的大小，一个人用刚刚好，25分就能做出热豆浆，晚上预约，早上醒来就能喝，还能做各类滋补糊、果汁，个子小，方便携带，还有自动清洗功能，让你元气迎接一天满满行程。现有25美元折扣，到手只需74美元。第二个，分体式电火锅，这个锅搭配不同的盘有不同的功能，剩盘用来做火锅，牛扒盘可以用来煎烤肉串和牛排，还能用来炒饭，6元盘用来煎蛋，还有个丸子盘可以用来做各类丸子，3.5升的大容量，聚会聚餐必须用上，现在立省15美元，到手84美元。第三个，超畅销的不锈钢蒸锅，这款不锈钢蒸锅有8升大容量，粉嫩圆润的外表，又可爱又温馨，蒸饺子、包子、鱼虾、米饭、蔬菜、排骨，一次搞定一顿饭，还可以预约定时，蒸好之后还能选保温功能，好评多多的不锈钢蒸锅简直是上班族家庭必备，到手只需79.9美元。第四个，超可爱的磨粉机，用它研磨核桃、芝麻、黑豆，可以自制低糖代餐营养粉，营养又方便保存，用它研磨辣椒粉、八角粉、胡椒粉，做中式美食更美味，还可以用它研磨香菇粉、玉米粉、大米粉，给宝宝做辅食。不锈钢材质研磨枪，点动按压操作，要多细腻就有多细腻，新品预售立减6美元，到手36.9美元。第五个，多功能煮蛋器早餐机，超可爱的粉色小蛋堡，通体陶瓷材质，圆润的外形，可以用来蒸蛋、蒸粥、蒸肉饼，底层还可以用来烙鸡蛋饼、煎香肠，共有6大功能，不愁餐单，还能9.5小时预约，提前约餐，就是上学工作早起早餐神器，用卷减10美元，到手49.9美元。第六个，麦饭食不粘锅，德国红点设计师作品，8面8角及10厘米高锅身，厚底薄壁，锅底加厚4.5毫米，采用荷叶不粘工艺，自由翻炒不怕糊，而且一擦几净，煎、炸、焖、炒、炖一锅搞定，现有10美元折扣，到手79.9美元。返校季更多实用家电，点下方链接查看哦。